总干事以及呢我们所有的指示所有的代表们哦。今日呢是我们淡水清水园咱前水中枢老境第二日，由咱淡水平安山山岭一同顶头要老境祈福，来祈求着咱前水中枢爷庇佑咱所有的罗汉众弟子，大家一路平安顺遂，祝福今仔日的圣事圆满美满。来，即将呢由咱中央主席所有执事代表，大家向咱的清水中枢爷以及李伟新尊一鞠躬，再鞠躬，三鞠躬，礼行。来，我们请出发哈，谢谢。来，大家辛苦了，辛苦了。这是呢我们看到的现在时下很流行的哦，这是我们大黄蜂的机器人，人形机器人哦，这里面是真的人穿的哦，那高达大概有250公分到300公分哦，它跟着我们整个绕境哦。
起会看到不太一样哦。啊，他们大部分都是用木头，然后现在呢，宝鸡仔糕点是由这个席哦去雕塑而成哦。这是咱的官邸哦。
上环。
水瓶来吃我们达摩祖师剩下的两盏哦。都是我们淡水平安师来，非常感谢我们的亲友哦，北山集团我们队队哦，感谢也恭迎我们圣教哦，就是呢我们的鲜花的一个神教哦。